左侧静脉通，我看到有个人呐，左肩把他跳到一个扁担，扁担的两头跳到东西啊，跳到东西啊，好像在临界下来的那些天当中也有人，也有少数的人跳到那个扁担啊，那个跳到扁担的人是原来，从地球上。出去的啊，他们还没改造好的啊，思维还是停留在以前，地球上的时候的状态啊，逃荒的时候的状态啊，他们回来了啊，逃荒出去回来了，他们的思维方式逃荒出去回来了，但是他记得原来住哪里啊，所以带着天人下来的时候呢，他们作为向导啊，带到他们的故乡啊。带到他们的，带到那个人的故乡啊，那些先人呢，就跟着那个跳到扁担人到他们故乡啊去看看，然后就到了那边以后，再看那个账本上记录的情况，给他处理啊，处理以前的账款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好，知道，再见，再见。